前面我们谈到了南宋世家，在南宋，世家属于院体，是一种宫廷风格，也意味着是一种正统风格。南宋世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直有画家在不断模仿他们的风格。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明代的浙派山水画。其实浙派，特别是早期的浙派山水画，就是延续了南宋院体的风格，延续了南宋世家的风格。明代有两位代表性的山水画家，戴进和吴伟，他们的风格就是直接得益于南宋的李唐和刘松年，当然还有马远和夏圭，而且马远和夏圭在技法上的影响可能还要大一些。在董其昌的南北中论流行之前，吴门画家其实也在学习南宋的风格。这地方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浙派。浙派具体名称的由来其实是和戴进有很大的关系。戴进是宫廷画师，但他是一位浙江人，所以后人呢就把戴进所代表的这种画风称为浙派。所谓浙派，实际上就是明代早期的宫廷山水画的风格。戴进的山水源出于李唐、马远和夏圭，画风剑拔而又精致，用我们的批评术语来讲叫红深雅淡，画面层次丰富，笔墨细节很多。那么这些丰富的层次和丰富的笔墨细节，其实也稍稍对南宋的这种浑厚的沉郁的雄健的风格有所调整。戴进的作品在明代中期还很流行，跟随他学画的人很多。根据美术史的记载，受到戴进画风影响的这些画家，除了他的儿子戴权、他的女婿王世祥，还有夏芷啊、夏葵啊、方悦啊、仲昂啊，以后还有一些有名的画家，像吴伟、张璐、蒋松、汪兆等人。戴进的画风盛行一时，在宫廷内外，特别是江浙地区影响很大，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流派，我们称之为浙派。戴进的作品，我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这画面，看一看他和南宋世家有哪些相同的地方，以及他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些细节，比如说画面的层次啊笔墨的细节啊甚至包括有的时候他一些淡淡的色彩，这些都是戴进个人的一些有特色的地方。除了戴进之外，我们还要谈一下吴伟。吴伟也是一位很重要的宫廷画师，曾经进入宫廷做代招，而且受了锦衣卫武官的职衔。吴伟喜欢画大画，按照记载他画过很多大幅的壁画，同时呢他也喜欢画一些屏风巨帐。在南京有很多石棺上面的壁画，山水壁画都是出自吴伟的手笔。吴伟呢是江夏人，所以他的画派也被称作江夏派，其实都是来源于浙派，是受戴进和南宋世家的影响。称浙派、称江夏派，而不称他们为院体或者是正统派，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是带有贬义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把它从院体的这种古典正统风格贬低为一种地方性的风格，这个说法是有一点点偏见在里面，所以我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个问题。浙派延续了南宋院体的风格，之所以说它是正统的风格，是因为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比较适合做一些大画，比较吻合宫廷啊、庙堂啊这一类空间或者说场所的需求。另外呢，就是笔墨的这个技法变化非常丰富，对自然细节的表现能力也很强。而相比之下，晚期的文人画大多都是书斋中的玩物啊，像一些小尺寸的册页啊、团扇啊、卷轴啊等等。另外就是文人画用墨的方法也和浙派不太一样，他不喜欢过多的激烈的变化，所以对于浙派所崇尚的这种
大画啊，这种黑乎乎的啊，这种一大片的这种墨迹，这种雄健奔放的这种泼墨的这种方法，文人画家可能是不太喜欢的，认为这不够雅致。这就是关于浙派的一些反面意见。而到了浙派的后期画家，他们的技法啊、技术啊，可能更加粗糙一些，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文人画家的批评。谈到浙派，除了它的优点，除了它在水墨上的这个创造性，它在近距离实景构图上的创造性，擅长做大画等等这些特点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一些缺点，特别是中后期一些浙派山水画家的一些缺点。比如说他们的用笔就比较过于轻率，过于随意，笔法纵横飘利。浙派画家、山水画家啊，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勾琢之笔，也就是下笔的时候侧锋比较多，这种涂抹挥扫和这个刷的动作比较多啊，所以这个笔线呢，有的时候就显得不够沉着，不够厚重，也就是不耐看啊。晚期浙派的这些山水画家在下笔的时候，在作画的时候，顿挫的痕迹比较清晰，笔痕和笔中的这种跳跃感很强。那相比之下，董其昌所说的南中画家，在明代的吴门、松江、华亭啊这些地方的这些画家啊，他们就比较喜欢用含蓄的笔法。含蓄的笔法是指用中锋的这个笔法来作画。相比之下，南中的画家这些作品显然就比较古雅，比较这个温厚、温润啊，而且特别适合在文人的书斋里面近距离的去观赏和把玩。这里对浙派呢做一个小小的评论。近代画家黄梅虹曾经对浙派有过一个评价，当然他也不太喜欢浙派末流的一些画家，认为他们过于这个重横气、少书卷气，但是他也指出了浙派的优点。比如说啊，他认为浙派画家用墨的方法雄势劲骨啊，雄就是雄强，势就是放势、姿势自由，劲骨是说浙派的墨法更接近于古代的风格，这个古代指的是唐代的泼墨的方法。浙派的绘画其实更善于表现荒寒这个词，更善于表达自然界的真实的物象和细节。浙派画家好像特别喜欢表现风雨的场面，整个作品之后会充满了动荡的气息，有风雨满山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对自然细节是抓得很准确的。像这种瘦硬坚挺的树枝，坚凝而又锐利的石块，冰冷的霜雪等等这些自然界的细节，浙派画家都做出了极富有感染力的一种表达。我们在诗词里面所体会到的一些境界、一种气氛、一种感受，像明媚的春光啊，萧瑟的深秋，寒冷的严冬啊，像这种狂风暴雨，这些在中国画里面一般是很难加以表达，但是我觉得在浙派的山水画里面，我们可以捕捉到这种气息。浙派的画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很凌乱，充满了这种躁动的气息，但是他们在对自然细节的表达上还是有他们的长处，这些是浙派艺术值得肯定的地方。以上就是通过戴进啊、Lingwei对浙派山水画的成就和缺点啊，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好，谢谢。